他们说你受伤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觉得你这种嗔怪又心疼的话跟我说合适吗？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可怜我，同情我，是吗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你用不着内疚。感情的事就这样，我没有后悔失明这件事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那么做。如果你懂，你就离我远远的，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。我们为什么变得像仇人一样？如果你好了，发现他已经结婚生子，你该怎么办？只要我好了，不管他结婚还是生子，他只能是程太太。不然呢？像情人一样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